这个是不是要先做？好的，这边呢要跟大家特别的解释一下，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强调一个在侦测，对不对？哦，刚刚躺在这边的是蓝盈伦，蓝盈伦几公分高？181。那这位小姐，我们几公分高？她比刘时豪还要矮一点点而已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刚刚做过这张181公分高的壮汉，这边呢现在躺的是151公分高的，差不多了，两个人相差30公分。可是这个按摩椅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会侦测。对不对？因为呢，蓝盈伦的肩膀的高度躺下去之后，一定跟这个小琴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会先侦测哈、哦，你的肩膀、你的肩胛骨、你的脊椎的位置在哪里，是不是真的非常的聪明，十分的厉害？对，刚刚这两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，所以他不，如果小琴他现在躺在这边，他先按摩了他的肩膀在这边，可是呢，如果要换蓝盈伦上去躺。刚刚他按摩肩膀的地方，就变成按摩他的腰部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落差很大，这样就不聪明了。可是这个进阶按摩椅就有他聪明的地方，他会先侦测好躺上来的人他的肩胛骨在哪里，会针对那个部位呢，他会去有21种的自动行程。21是谁记得？由你来介绍一下。好了，那这个你来问一下旁边的那位，第一次来参加，现在的感觉是如何？那个也是151公分吗？是第一次来吗？对，我第一次来，但是我160。强调他160公分。160公分，对，160公分。你已经露出来了。对，现在的体验的感觉是怎么样？那个帮我们问一下。现在整个非常的放松，因为我平常我自己也是会去按摩的，然后我觉得很像就是真的人在帮我按摩。哦，真人按摩的感觉。那它的强度呢？它现在的强度一而已啊。那我觉得一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对。哎呦。因为我比较怕痛。哦。那那个小茶给他调到7啊。我要调最高了。没有，他们感情很好嘛，不会故意给他那个。那一好，那这边问一下，你有觉得脚底已经有感觉了吗？是我腿太短吗？没开啦，是还没有吗？好，现在开了，慢慢的就会有温热的感觉。好，那你之前做过吗？对，第一次来做体验，然后手，我看一下，手这边也是有在动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贴心的手，整个可以附住，包覆住的感觉。嗯，那你的肩膀有没有？肩膀、肩胛骨的按摩的感觉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很像给人家手压按摩，还蛮舒服的。然后他会先从，就是力道开始比较小，然后等你习惯之后，可以慢慢加大，对，还不错。习惯之后，你可以慢慢的再把它推大一点哦，强度可以推大一点哦。那边是要加强了吗？有加强的哦。好，这边照片 OK 吗？还是我要飞一下他们的位置？好，安排一下好了。那个周妹，好，我们然后拍一张照片。好，过来一点，这边有点空。好，这样子给大家拍一下。好。不，他快门够快，那你还是要面带微笑啊。对，摇头晃脑的，真的是有按摩到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位小姐，你再可以问他一下，你要帮忙介绍，你刚刚帮我记得，他是有3721的三是什么？是的，三重气压系统。七是什么？哦，七是这边。是我，七种深层肌肉按摩。
七种深层肌肉按摩，二七一是什么？二七一种自动形成。另外呢，它有几公分的按摩球突出量？十二点五。不是他的，他就没有记这样子。我就是故意吃个抽吻，那是中朋友，是最大的，你就记得中朋友是你们三个年纪最大的，哈、哦，就是点五是业界最大的按摩球突出量哦。另外呢，他有十二，对不对？你是记得是十二，十二是什么？十二段强弱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十二段强弱。那蓝玉和帮我们记得就是那个嘞，脚底。温热，还有脚底按摩球。对，脚底温热，还有脚底的按摩球。你们俩是不是很想做？好，我们让他们再体验一下哦。我这边呢，先说明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要进行比赛。好，大家进行比赛。那在进行比赛之前呢，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那我们让他们两个就继续做一下好了哦。平常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我这边呢要来先介绍，哎，等一下他们要移动，对不对？他们没办法。好，好，我们这好像是呼吸很大，打温的，就是后面。好，我们其实这个两位女孩在这慢慢的体验一下，也接下来呢，你们都可以自己找那个，好的，那现在呢，各位好朋友也看到了，就是一个跑步机的展示，一个跑步机的展示。来，我先试一下这张照片，拍得到两面吗？比较难。好，再次跟大家介绍呢，等一下呢，大家在活动结束，其实这几天放假天呢，也可以来这边做体验哈、哦，完全免费的一个体验，来感受一下乔山健康科技的进阶按摩椅它厉害的地方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